好，我们现在继续接续的把第一章 Part 2继续讲哈，请你把第十页打开，这里有几个重点，我们再温故知新一下。第十页这里有讲几个重要的 ISO 啊，第一个 ISO 就是我们的 ISO 9001啊，9001在这边，我拿笔画起来啊，9001。9001就是品质管理系统，所以请你把课本第十页啊，9001 ISO 9001是品质管理系统之要求，把系统圈起来。现在画第二个9001，上次老师有说它每一年会有不同的版本，目前最新的版本是2015，请你把 ISO 9001 2015圈起来，这是目前最新的版本。未来会不会有9001 2020 2021？有可能，只要下一次更新的时候就会有。再来 ISO 14000就是我们的环境管理，请你把课本这个地方学我画重点。环境管理标准就是 ISO 14000，这个就是我们环保团体有时候要检查你的工厂有没有符合环保标准。再来第三个就是 ISO 22000，这是食品管理标准啊，请你把它圈起来，画线或画重点。再来，上一次我们也复习到 5M 就是代表人 Man 原料 Materials 机器 Machines 技术方法 Methods 还有测量检验 Measurement。这个地方在课本第几页啊？第十页，请你画线。这个东西知道的替自己加值，好不好？这个上次我已经讲过了。接下来我们今天继续讲下去。各位看到得到这张图，就是你通过这个品管要求，你就会有一个认证 SGS 的，好不好？这是一个学校，不是。这是一个认证，这是一个公司的一个认证，它已经通过 ISO 9001 2015的通过的标准，符合标准啊。有很多公司经营者必须要公司符合这个标准，你才可以继续生产你的产品。接下来各位请你翻到第十一页，我们初步的介绍什么是切削性加工。切削性加工又称为有屑加工法，来画线。简单的说，它会把材料切削成一定的尺寸跟精度，画重点。它分为两种，请你画线。A 是传统式切削性加工 ，B 是非传统式的切削加工。所以接下来先分别介绍 A 传统式切削加工。所以各位同学，你要画线啊。像这个传统式的切削加工，这个在我们课本第九章，现在写工作机械，我们到时候会有更进一步的一个介绍，这样可以吗？赶快写起来哟。那什么是传统式的切削加工？我待会就检查你课本有没有做笔记哦。传统式的切削加工有哪些呢？有磨削跟洗削。磨削就像这个东西，这里有一个磨床，对不对？可以做打磨，这就是磨削。你专心就不会快哦。再来，这里叫做洗床。这个地方，这个叫做顺洗。什么叫顺洗呢？就是你的转动方向跟你的进料方向是这个方向的。来，现在画。如果是这个方向的，我们叫做逆洗。现在写逆，就是反方向，逆时针的逆，然后洗就是一个金字旁。旁边一个先，现在自己写好不好？
这个方向就叫做逆袭。我用这个笔画起来哈，这个方向就叫逆袭。现在画在这个图上面，好不好？当然，这个有进一步的说明，我们到第九章我们再做进一步的介绍。第一章只是一个初步的介绍，好不好？好，接下来下一次下一个就叫做拉销聚销，这个也是在第九章啊。那各位同学，这里的拉销重点，这里有一个拉刀，怎么拉？从这边拉，现在写拉，这样子这边就可以拉出一个孔洞或特殊的形状。锯齿，各位同学，这个锯齿是这样去锯，所以锯齿你注意看哦，锯齿是立的，尖头是朝这边的哦，看得懂吗？哦，立的尖，写上去哦。这个锯刀的锯齿的尖齿，现在写尖齿方向，现在写尖齿方向。哎，你有没有看到？它是长这样哦，是长这样，这样，这样，这样哦。所以它的尖齿方向是这个地方哦。尖齿方向会跟你锯条拉锯的方向是一致哦，所以请各位写上这四个字哦，好不好？这个同样的，在我们第九章会进一步的说明，好吧？第九章会有工作机械，这边只是一个初步的介绍。好，接下来下一个重点叫做车销啊，车销，这个就叫做车刀弓箭。所以刀转，刀转还是弓箭要旋转啊？你们目前有没有去机械工厂看到车床？还没有，好，没有关系。那请你写上四个字：刀移，移动的移，箭转，转动的转，弓箭的箭。刀移箭转等于车销，就是这两个字。现在写刀移箭转等于车销。另外一个对照的叫做刀转，现在写哦，箭移，弓箭会移动，刀会旋转，弓箭会移动，刀转箭移等于洗销。洗就是刚才一个金字旁，旁边是虾味鲜的鲜、啊、叫洗销。请你把这两个最重要的比较写出来，打一个星星。刀移箭转是车销，刀转箭移是洗销。讲完，这个是最重要的一个大概念。你们将来考任何证照、考统测，这个要知道，好不好？哦，我都讲最重要的重点哦。这些重点，你们有的人要毕业之后十年、五年后才能领会哦。不信你去看，很多人私底下留言都是在跟我讲这件事。啊，刀移箭转是车销，刀转箭移是洗销，知道哈？啊，洗销就是刚才这个东西，这个刀是不是在旋转？弓箭是不是在移动？哎，就是这样。好，你看我都讲重点了哈。再来，这个叫咆销，啊，或者有人叫做爆，来注意一下 ，b o 爆。所以这个东西叫做爆销，或者叫刨，看你怎么念了、啊、哈。这个上面的这个叫做牛头爆床，牛头爆床在这边，请看这边，龙门爆床在这边，
这样 OK 齁。龙门的这个门在这边，有没有看到这个门？这个门会慢慢的移动，写三个字，门慢移。有没有看到这个门？哦，那这个弓箭会往复运动。什么叫往复啊？往复圈起来，就是这个弓箭会前后前后这样叫往复。但是这个门呢，会慢慢的移，这叫做龙门抱床。门会慢慢的移，知道啊？门会移动，门不会往复，不会。这样把这观念搞清楚哦。哦，就像小叮当，不是有一种门叫做什么门？任意门。任意门，移动，不会往复。再来，如果是牛头抱床的话，是什么在往复移动呢？反而是那个抱刀，哎，这里圈起来哦，哦，而弓箭是慢慢的移动，所以各位同学，你看这个抱刀这个地方，像不像牛的头啊？现在写上去，把这里圈起来，写两个字，牛头往复。摆动，牛头往复摆动。你有没有去过西班牙斗牛过？西班牙斗牛不是那个牛头会这样顶人，有没有？牛头是不是左右会往复移动？现在写哦，把这个牛头这个地方圈起来，牛头往复运动摆动都可以，好不好？自己写一次有印象，你就知道什么是牛头抱床了。原来这个地方很像一个牛头，它会往复。这个牛头地方会有刨刀，刨刀就好像牛的那个脚，对不对？哦，我在上课，你还在那里玩棒球，全程录影。如果我因为这样收你的东西，你真的跳到黄河说不清，好不好？不要玩啦，赶快啦，把重要事做完。这是第一排第二个帅哥，拜托啦，哎呀，第六排第二个帅哥，哎呀，要加油啦！来，再来第二个叫做非传统式的切削加工，这个就是刚才我们说的 B。对不对？我好，然后来，现在几点了？现在几点几分？4:43，赶快，我再讲五分钟，好不好？我再讲五分钟，看讲到一个段落。非传统式切削加工又称为特殊切削加工，圈起来。哦，所以这个在我们第11章会有进一步的讲解，各位现在写上去。第11章，第十一章叫什么名字啊？我告诉你，叫做非传统加工。现在写，这里讲的非传统式切削加工，在我们的第十一章非传统加工会进一步的探讨。哦，现在写。它这里像是如超音波加工，超音波加工可能就是高速振动。举例来说，各位有没有洗过一个东西？去牙医那边要洗什么？洗什么？洗牙。对，现在写洗牙。你去牙医师那边要洗牙。现在写。洗牙几年？多久一次？半年。现在写一次，半年一次。洗牙就是利用超音波加工的概念，这样知道吧？把我们的牙结石洗掉。你看有的男生，臭男生，你跟他接吻接不下去，为什么？因为他有口臭。就是没有洗牙，
所以他的牙结石，你看他的牙齿旁边会有一圈黄黄的，对不对？这种女生，这种男生，不对，这女生看到这种男生，只有两个字可以形容，你说，你会有什么感觉？得端，对，得端，这牙齿黄黄的，没有在刷牙，对不对？哦，啊，各位，我这里再补充两个东西，我希望增加你们现在一年级的印象，像抱床咆哮，你们生活中吃到的某一种东西，就是类似这种东西做出来的，你知道是什么吗？刨冰有点像，哎，你可以写刨冰，刨冰刨冰，还有一个东西很有名，叫柴鱼片，柴鱼片就是用刨削刨出来的，现在写柴鱼片。写上这两个东西，你脑中就对爆销有一点概念。刨冰、柴鱼片就是爆销。我等一下检查各位的课本哦，哦，因为我们已经用这个，你就少画很多图。来，接下来，热电视，这里的热电是什么意思呢？电就是电子，现在写上去电子。电子就是一上面写一个负，对不对？很有名的 EDM 放电加工，这个超有名的哈，重要哈。电子，那到底热是什么东西呢？热就是写上去热能，哎，所以热电式如电子塑加工，热电式的热代表是热能，电代表是电子哦，像雷射加工也归在这一类哦。我们科里有雷射加工机，你们有没有用过雷射加工机、雷雕机？没有啊，有机会让我们玩玩看。雷雕机可以切割金属、木板、亚克力，对不对？哦，你们有没有跟那个 X-Men 一起作战过？里面有一个戴红色眼镜的，眼睛会发出雷射光的那个叫什么名字？哎，老师有跟他合作过，他就是雷射加工的始祖，好不好？好，雷射加工是利用什么？光能，把光能圈起来，就是雷射光，光能圈起来哦，哦。雷射加工 LBM 呢、啊？哦，这都是热电式的。再来，这里有一个图，这就是放电加工，下面这个就是电子塑加工。所以，请你在这个放上面的放电加工旁边写 EDM， 下面这个就是雷射加工 LBM。LBM LeBron James LBM 对不对、好，49分了、哦、我看一下、哦、那我讲完最后这两个就好了。电话室这里很简单，电话室这个电写起来，写两个字，电镀，这个化代表化学，所以电话加工原理如同电镀法，它跟化学反应有关。现在写电镀法圈起来，我只叫你写四个字哦，电镀化学，就是电话式原理如同电镀法，会牵扯到还原氧化还原反应啊，这以后我们会慢慢介绍，快写完咯。再来，这里就是电话加工的示意图，哦，这个有机会我们再慢慢说。所以这里就是电话加工的电解槽，就像这样子，好不好？再来，最后一个讲完我就检查各位的笔记，这叫化学式。什么叫化学式呢？它就是用化学溶剂的腐蚀作用
达到的一种加工方法，请你把这些重点字圈起来。化学切胚加工可以做这个东西，你看你手机有没有这个东西，拆开就有这个东西，也可以做这个东西，这样知道吗？好，非切削加工这个我下次再讲，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，好不好？